最近练兵挺紧张，连部为了搞好伙食配合，决定加强力量，把上等兵黄大成调到炊事班去工作。黄大成接到命令，却是满心的不痛快。黄大成来到炊事班，班长高兴的为他安排一切，并向他介绍班里的工作情况。黄大成看看这儿，瞧瞧那儿，没有一样如自己的意。三个月过去了，黄大成的思想疙瘩一直没解开。 他一有空就跑到战斗班去练习射击瞄准，他心里总是想：论射击，我是优等射击手；论文化，我还当过扫盲教员，为什么让我当炊事员呢？班长由后勤部开会回到伙房，一看黄大成不在，问别的同志，都说他已经出去很久了。班长找到了黄大成，在回来的路上，他们一边走。 一边给他解释炊事工作对保证战斗任务和军事训练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可是大成对他到炊事班的事仍是一肚子的牢骚。回到伙房，班长让黄大成到后勤部去领保温桶。黄大成不明白的问：“领这东西有什么用啊？”班长说道：“有了它，就可以保证部队在野营当中喝到热水，不至于生病。”黄大成笑了笑，无可奈何的去了。 黄大成刚走不大功夫，通讯员小李领着一位年轻的农村姑娘走进伙房的院里。那位姑娘胸前挂着个红布条，像是到县里开什么代表会的。班长认出这位姑娘就是黄大成的对象，刘家屯的刘秀琴。小李一听是刘秀琴，赶忙沏茶招待。秀琴打听着黄大成的情况，当他知道大成已到炊事班三个月了。 却没给自己写信的时候，便埋怨的说：“这人真糟糕。”脸上立时泛起了一阵红晕。班长一听“真糟糕”三个字，心也跳了一下。秀琴看时间不早了，大成还不回来，便从身上掏出一个小包。他刚想交给班长，寻思一下，又不好意思的收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我还得赶火车，再见吧。”辫子一甩就走了。秀琴走后，班长有些不满意的说。 秀杰啊，亏你是个干部，还是代表，怎么能说出当炊事员真糟糕的话来呢？甚至连带来的东西都不给留下，怪不得大成在班里一直不安心的。同一天下午，后勤部长吴凯同志来到连部，他是红军时代的炊事班长，在炊事工作上建立过很多功绩，最近被批准下放到炊事班参加劳动。 连长早接到了通知，一见吴部长提前到了，忙上前迎接。副连长给吴部长背着背包向炊事班走去。副连长边走边说道：“首长，你的名字虽然改了，我可向下边布置了，恐怕……”吴部长没等他说完，插话道：“不见得，因为我离开咱们这个连时间很长了，解放后又住了三年后勤医院，大家不一定认识。”他俩一进伙房。 副连长高兴地介绍说：“这就是后勤部下放到咱连的。”吴部长马上接上去说：“列兵吴继荣前来炊事班报到，请班长指示。”班长上去接过了背包，异常兴奋。班长听说是后勤部来的干部，就忙打听他认不认识一个叫吴凯的。吴部长说：“认识，认识，不过不太熟。”班长说道：“我还寻思你就是吴部长呢。” 副连长在一旁听着，差点笑了出来。副连长嘱咐班长如何向老列兵学习，并要很好的照顾他。副连长走后，老列兵马上提起水桶要去担水。老列兵刚一走出伙房，就遇见黄大成拧着小李的耳朵喊着：“你你快把他给我！”小李也不相让，说道：“你你请客才行。”两人不知在要什么东西。 老猎兵因不认识，没有说什么，也就走开了。两个人拉车到屋里，大成问班长：“是有个女的来找过吗？”班长把经过告诉了他。大成一想，他知道我当了炊事员是事候人的、做饭的，还能看得上我吗？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班长看到大成有些沮丧，就对他说：“大成，他越看不起咱们，咱们就越要好好干。” 干出个样子来给他看看。班长自然了解大成这时的心事，正要再做些解释，老列兵担着水桶走了进来。班长马上上前接了过来，并给大成做了介绍。班长让老列兵坐下，问道：“老同志，你说人们要练兵、打仗、炼钢、搞公社，不吃饭行不行？”老列兵一听摸不着头脑。班长又接着说：“有人要说炊事工作不重要。” 我就生气，就总想起后勤部吴部长的故事。老吴的事情你听说过吧？忽然，小李走进了伙房，说道：“报告班长，连部指示，我们要到刘家店附近做战术演习，要炊事班做好准备，并嘱咐不让老吴同志去，要照顾他身体。”老列兵听说不让他去，急得像什么似的，坚决要求跟全班战士一起行动。可是黄大成却正相反。 他一听着刘家屯，心里就紧张起来，很想找个借口留在家里，可惜就没有恰当的理由。老列兵一直请求到连部，才得到了批准。他欢天喜地的回到班里，和班长一起收拾好炊事用具。出发时，黄大成满腹心思，他边走边想着：我要在天亮前赶到，把饭做好。天一亮我就挑饭上山，碰到熟人就不好了。 黄大成第一个走到村边李大叔的两间小屋跟前，他心里想，在这按锅扎灶就好了，免得进村。正想问话，又怕人家听出他口音来，于是变着声调喊：“老大爷，这里有军队号的房子吗？”李大叔说：“白天就可以把西屋给腾出来了，他要拿灯出来给照个亮。”黄大成慌忙说道：“不用了，您老可别起来，外边很凉，我们带着羊了。” 说着，放下担子，就进屋插门，唯恐李大叔过来会认出他的相貌。当黄大成听见李大叔在屋子说道：“那也好。”灯也吹熄了，他的心才静下来。于是他燃着了洋蜡，一个人在整理锅灶。班长和老猎兵气喘吁吁地走进屋里来。班长说：“你怎么找了这么个地方？借东西不方便，送饭又远。”大成忙接着说。 再找还得惊动老乡，时间不早了，得快烧火才行。老兵听了也有道理，于是就在这里安顿下来。班长和大成为了照顾老列兵，劝他睡觉去，可他怎么也不肯。接着，大伙研究做什么饭。大成主张炒点豆子，弄点咸菜就行了。老列兵却认为吃这个再缺水喝就会拉肚子，他提出了做豆腐的建议。有人说时间短。 磨豆腐怕来不及，再说还缺点做豆腐的石膏。老列兵听着，便把自己带的石膏拿了出来。班长和大成都被老兵这一关心士兵生活的行动所感动了，最后决定班长去磨豆腐，大成和老列兵等人在屋里做饭。老列兵淘米，大成在生火。因为大成往炉里添的柴火过多，炉口只冒烟，火却不着。大成生气地说。 这熊灶坑一点也不好烧啊！老列兵一看，撂下米盆，上去帮助大成。他说道：“人心要实，火心要虚。你塞的柴火太多了。”说着，拿棍棒捅了捅柴火，用嘴一吹，火就起来了。这时，老列兵把淘米盆凑近大成，一面淘米，一面帮着整火。大成问他说：“老同志，你现在是科长还是处长啊？” 老列兵摇摇头说：“都不是，咱们都是三连的炊事员。”老列兵端起盆往锅里下面。大成又问道：“老同志，你这处长下放当什么兵不好，干嘛偏要干这个啊？”老列兵说道：“这也是我请求了三番五次才批准的呀。说实在的，叫我当一辈子炊事员，我也没意见啊。”大成听到这里，心里有些想不通。 班长在磨坊里磨着豆腐，最后什么都搞好了，可就是不会用石膏去点豆腐。于是他擦了擦头上的汗，走出磨坊，准备请老猎兵帮忙。班长走进屋里，说明来意。老猎兵对大成说：“米下了锅，等开上一阵以后，就要把火压小一点，这样才能把饭焖好。我一会就回来。”说着就到豆腐房去了。 大成一边看着火苗，一边自言自语地寻思道：“这是真怪，你说当炊事员不光荣吧？可老同志是个处长，那么大年纪还干得那么起劲。要说光荣吧，为什么秀琴却不愿意见我？”这时，公鸡已经叫了，东方已现出了鱼肚白。刘秀琴担着水桶正往井边去打水，当走过李大叔的门口时，发现屋里还点着灯，便走到门口喊叫：“李大叔！” 秀琴喊了几声，屋里没人答话，于是放下水桶，走进屋里。屋里烟气很浓，一霎时也看不出人影来。大成早就听出来是秀琴的声音，心里七上八下的。当秀琴走进屋里的时候，他把头凑到灶跟前，一句话也不说。秀琴再往前走了几步，见是军队的同志在做饭，忙说：“原来是解放军同志在做早饭呢。” 这个人只是低着头，连句话也没有回答。秀琴心里奇怪，凑上前一看，啊，原来是大成。她很不高兴地说：“大成，你怎么不吱声呢？”大成尴尬的不知说什么是好。大成红着脸问秀琴干什么来了。秀琴说：“来挑水给食堂做饭。”大成不相信的说：“你不是生产队长吗？”秀琴翻了翻眼睛：“生产队长就不许改行了吗？” 大成风亮的说道：“行了，谁还不知道你是生产队长、团支书？别逗我了。”秀琴一本正经的说：“谁逗你了？你不也改了行吗？”这句话使大成非常难为情，他支吾的说：“我我只是暂时代理炊事员。”秀琴不由得大笑起来。秀琴知道大成在说假话，便转话提问：“你怎么不给我写信了呢？”大成强调工作忙。 秀琴又问他什么时候走，大成故意避而不答。秀琴有些生气了，说道：“你这人真糟糕。”大成低下头说：“本来就是嘛，要不能当炊事员。”秀琴一气便走了。大成懊悔地说：“你这人怎么不听我的话？”话音未落，通讯员小李跑进来，接着问：“听你的什么呀？”这时小李一闻有糊锅味，便叫喊起来。 小李忙去接锅，大成制止他说：“不行不行，一接就加生了。”于是就到桶里舀水，准备往锅里添。可是桶里没水，他便叫小李快去担水。小李担着水桶就走了。这时，班长和老列兵端着做好的豆腐进来了。班长一闻就知道饭糊了，他十分焦急地说：“黄大成，你呀，同志们轰轰隆隆的演习一夜。” 叫他们吃糊了的饭，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？老列兵见状，连忙把灶里燃烧着的柴抽了出来。班长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老兵揭开锅一看，说道：“不要紧，就是边上糊了点在中央插上一颗葱，再焖一会儿，这点味就没有了。”他俩听了都高兴起来，非常钦佩老列兵的丰富的经验。接着。 班长对大成讲了关于这个模范炊事班的事情。他说，无论长征、抗日还是解放战争，这个炊事班一直保持着光荣传统，大家都以红色炊事员吴凯同志作为自己的榜样。那是红军长征到湖南过湘江的时候，要这个连守住一个山头，掩护中央和毛主席过江。部队守了三天三夜，因为没有吃的，饿晕了。 就是吴凯同志带着全班的同志跑了一百多家，凑了几担饭，使同志们吃饱，才取得了胜利。因此，与凯同志被评为红色炊事员。吴凯同志所领导的这个炊事班也授予模范炊事班的光荣称号，并奖给一面模范炊事班的奖旗。这面红旗今天仍然挂在连队的俱乐部里。黄大成听了很受感动地说：“给我处分吧，班长！刚才秀琴她……” 班长一听就不耐烦了，别提他了。我看炊事工作很重要，很光荣。老列兵也说：“是呀，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，谁完成的最好，谁就最光荣。”一会儿战术演习完了，通讯员带着副连长到了伙房。副连长一看今天的菜，除了炒豆子、咸菜，还有什么炒土豆丝、炸辣椒酱、小豆腐，感到异常惊奇。 副连长知道这些菜都是部长想出来的，不禁敬佩的喊道：“吴部长，你太好了！”大家听了不觉一怔，大家马上激动地把部长包围了起来。副连长对大家讲：“同志们，这就是大家想念的吴部长，红军时代咱连的炊事班长。他多年来一直忠心耿耿，关心部队的吃住，就像咱们的老妈妈一样。” 大成激动地对副连长讲：“连长，看看吴部长，再看看我。”又转身对班长讲：“我得找秀琴谈谈，她要不我就就。”于部长马上说：“事情可不能这样处理。”小李也讲：“这事是,是人民内部矛盾呀。”大家听了都笑起来。大家正谈得热闹，秀琴夹了个小包走了进来。大成劈头就说：“秀琴。” 你说我落后，我承认，可你的思想也有问题，弄得秀琴莫名其妙。大成就郑重其事地向秀琴说明了炊事工作在乡村、城市、工厂和部队各项工作中的重要意义，接着用批评的口吻说：“才当了几天生产队长，就看不起炊事员了，这是什么思想？”秀琴听后感到十分委屈。秀琴有些听不下去，便想走开。小李劝解说。 秀琴同志，这是为你好啊！大成更上前一步说道：“秀琴，新社会人人都是后人，也都被人侍候，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之分，都重要，都光荣。谁完成的最好，谁就最光荣。”秀琴再也忍耐不住了，拿出小包来交给大成。大成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一本菜谱大全。大家再翻开笔记本，里边写着。 讲给模范炊事员刘秀琴一行字，大家看了又惊又喜。小李一看笔记本，便知道是秀琴在县代表大会上得的奖。再翻开一看，发现夹着许多新的信封信纸。小李捏着大成的耳朵说：“大成，你还不去给人家道歉？”吴部长见这情形，便说：“小黄，青年人可要大胆的承认错误啊！”大成走进秀琴，问他为什么说他真糟糕。 秀琴说道：“你不糟糕吗？当了三个月的炊事员，连个信都不给家写。”班长这才知道原来是错怪了人。这时，从远处传来了别的连队开饭的哨音。副连长一看表，说道：“队伍快回来了，准备开饭，并说今天用公社的食堂集体吃饭，而食堂就是大成家的上屋。”大家一听，觉得格外有意思。大成见吴部长在担菜，便上去说。 部长，这太重，我来吧。吴部长笑哈哈地说：“小黄，你又错了，咱们不是同行吗？咱们都是三连的炊事员，你去和秀琴抬那一锅饭去。”大海有点不好意思，还是秀琴大方，他说了声：“我帮你送。”就和大成一同抬起了锅。大成这回不再怕见人了，他俩高兴地把饭送到食堂。 战士们都跑过来迎接他们，感谢辛苦的炊事员为他们准备了这样丰盛的一顿早餐。